么今天会想要来我们的阿布拉见面会呢？今天要来就是因为我刚好在那个附近上课，就是如果补习那个电影课，然后我就想说地点很近，然后我就就顺便来了这样子。那对。你纯粹只是地方很近就过来喝杯茶，反正也不用钱啊，因为最近待业要省一点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哦，真的吗？他也很努力啊，他现在学电脑，就是准备要就业啊。对啊，我们要鼓励他，所以那这样子好了，工作需要很好的体力，是教卧蹲跳三十下好了。20下哦，谁先做完对不对 ？OK， 预备起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说的一点都好吗？那就是你。好，我们男人啊，在工作之前一定要有体力，好不好？我的记录是8天7夜熬夜不睡觉，不是玩哦，拍戏哦，真的。好，加油了，我们的宣城，我们的淑元哥给你了很棒的勉励的话。你今天来是对的，就会把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手气跟运气带给我们。还在场，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工作，真的，加油。OK， 谢谢宣城。